应该 T 或者是谁？这应该是 T，前面但有是，车，从右往左开。这感觉像是打架的。那我们可以看桥洞有哎，没那有。个开封路反方还有人，我们现在哎，停一下吧。就是那个开封打的。黄锦城就有人，停了。巴拉，我掉腿了。是不是走了？没走没走，我就拉一下位置，你们打。他坡对面，他坡对面，得把大摆头先拉了，拿居民再往。我带你顶往前一点。他起烟了好像，哦，你们起的。那烟我起的。操，这车停的这。你别急，我看他走你没能架一下吗？我看他走没走。我带他拉两个烟这里。走了好像，车不见了。车不见了，走了。那前面那个是那个谁吧？高 team 两个绕跑的吗？哎，ST 金龙，哎，刚刚都是 IT 的。我现在好像在，我这油得自己加了。他好像在舔包。J team 死两，ST 死了，估计。对。那十二宫看到的应该是 J team 两个跑的，应该。对。那我可以追他一下呀。下个星追他吧。没有烟啊、哦！开放了有一个，妈了个火，给自己开枪吓一跳，操！大石头是没人的，他灯塔有车，哦，这是谁守下来的？行，切回来了之后，回去点蓝。回去我们也不着急走的，走没什么地方的，我们只要狗听不少人就行。又去死一个，然后游行山也有车，那个万死一个，不用动不用动，我跟你我练我进来，看他们来不来，我进来我进来，要来要来要来，你们这快过来啊，他去开放楼了，哦他往右边，他好像想去站好，你看一下，我在看，那应该就知道你们的，你们再下一个我这边吧，我们再上去吧，我们上去吧，我们这个点不要了，前面可以，我们走到哪那边。我帮你放下一根伞兵 ，OK。我这根令。哎，有个蹦蹦在往左边开。伞兵把他带过来了 ，OK。追上他。哪里没看到蹦蹦？在我们反方那边。哎，停了停了，你打他。倒了倒了。你拉补了。牛逼。牛逼。哎，在拉车，在拉车，不急。你们别着急，我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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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来了一个探点。就来一个，就来一个而已。你可以封烟看那个车带怎么的。我没烟，你们谁去封？我没烟，我没烟。我烟，我给你两颗。这麦田好多车绕啊！咱们先拿着吧。我先跟你。我把那个车。我把配件给你。OK OK。你有什么东西都跟我说一下，枪、子弹什么什么的都跟我说。好。看那车怎么拉、啊。少拿车。配件不用，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要。你叫他拿呗。嗯，没，我跟伞兵说呢。没关系，没背景没关系。你过来，我再给你。他车开不了，得跑上去。麦条，上切不好打这。三雷一烟。你们把你们那边搜一下，看有没有多余的烟。有啊，山前段是没人的。两木呢？两木，等看，木厕所也没有连到这个。他们两木有人在骑，在跑车好像。木厕所吗？木还是两木？OK， 我在看，幺三前段没有，反正不动，不用动，不用动。要不要把三先？不用动，不用动。我觉得可以三个人拿三，然后一个人踩这个石头这里就行了。怎么说？可以，进上房就行了。伞兵开车走，伞兵开车走。你们有人帮我盯一下这里啊，红标啊。伞兵，我压根就没有车，就我，行，那我开这个。有一队往开放我那下面绕。有人进不到走了，好像进不到走了，进了，进了。我再下一个房区吧，没进摩托车，走了。我看有车停，哦，有，我走一个，从右边过来，有可能也是 SMG 啊，打架，在打，在扫车，小心屁股啊。这天我几个厕所都进了。这天我死了一个，那这木头是不是他、啊？同学宝，这天我死两个，剩一个了。
不是，佟家宝是目测的，是吗？对，佟家宝是目测的。 OK， 小兵舔下空投，丢下视野。 OK， 狗砸，狗砸吗？我可以拿，我 AK， 我拿了，行。上面有把 M72， 要不你上来换？、有什么子弹吗？打狗砸吧，来，你上来。有好的二甲吗？ 有，我拿二级倒是好了。 要把子弹打没了，我扫了好多。那边，只有那边缺视野。拿吗？行。金庸就死了一个，是两个了。固定我在这个厕所啊，那个黄标吃鸡厕所。两个。我这卖舔个包包是什么意思？那个。嗯。可能是换过的应该。没人。等明看能不能给那个哪儿的车修一修，这里的。我没背景，我修不了。那你来，我就过去叫我修。 这全边没人啊，站好应该也没人。全边没动静。然后我脸上这个实测没有，然后独栋那个半坡有，独栋那个平台上了。先回了，你先靠上车吧。我这个目测也没有，这个目测也没有。要不要拿车？哦，我们这还有圈是吧？要不要拿？就要不要拿里面？我可以去挂那个目测啊。可以。左边那个目测，我可以自己去单挂。 你想这边被修啊？我们拿屁股了。这山上不是直接打架？我们现在就主房十二宫而已。没有，那平台。加工，基本上车子感觉都走了。这边卖地也都可以推倒，往右边卖地推，懂吗？推这个大饼推。右边这有人啊，这全边皇帝。先把车带。皇帝有人吗？那你们回头看一看战壕的，我们没看战壕视野，我去看吧。听不听？战壕我觉得修不到。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车啊，有一台，就一台大车在里面啊，他刚刚银色的车的，就是银色的车。哦，那就没走。我看到他紫色车，这个位置是那个小坑啊，那个小坑。不用砸了，我知道。但我们大概就要往那个小坑推。我们右边停了，全面的车都停了好多人。打起来了，是不是第一天吧？大概率啊。我先往右边过去。这里有一队啊，等我去接伞兵。 啊，右边的石头也没听人吧？听人了，停了，都停了，烽烟的都停了，经典的没停。军米，不然你要不要拉一下那个目测所看一眼？拿目测。有人，有人目测。你上不就开枪吗？不是，那个是实测，那是我回去？我来接你。那两个。我这边也能炸啊！我知道，你那边有个小平台的，有可大的坑。我车在被修了。怎么说？他能回来。 你把车藏一下。那我们剩两台车，我这边还有一个。OK。我们等会抢黄点啊！一打八六，一台吉普啊。那靠车，准备打药。把车挪动一下。你们看一眼，看视野，看右边有没有人。把车调出来，来。上车，上车，上车。走，去去去。我没烟啊。 我有一颗，车震的加好。我拉这个泵看有没有人，有人的话给他宰了。没有，这泵没有。OK， 我们有车，有车，有车。右边，挺坡老巷。你们能过来吗？我这里挺好的。我几个烟，我觉得我们就这么上，因为我们在给他点好目测的。我这一直瞅我。 我们带你看目测哦。操！我被偷烟了。没事，哎，行，你们先防一下。他偷烟了好像。被那个黄点全边。OK。在厕所救。我也被偷烟了。先保密。刀子派，派是黄点的。烟少。 我没烟了，我也没烟了。哎，先去少炸一个漂楼的。有响动啊，这佟家宝。
来的话，你们守车吧，我打加枪。 OK， 我站起来直接打加枪。这个 SMG 可能是两木屋的，大概率。我这枪声你这样。还好，我看这个多远。三神庙有人，我就记了，我只能说。没，他不是很好打。开命了，兄弟们。没动。他那个什么没。同学把彩蛋，你们是不是都得死啊？他要把打 JT 某，他应该去打左边实测。补了。京东也。京东剩一个。 快追上，古天木死完。同家宝只要不踩到这个十吨就行了。派就是黄点的。啊，没人能先就同家宝了。我能看，我能看。好，同家宝就有缺。 OK， 另有缺。你们俩都有缺。派要小心派啊 ！OK， 打完马上接派，不用管，要圈点了。好，咱俩扫车，居民加枪。派要动，开了一个，还留人了。哎，他往后打，他不会打。同家宝倒了一个，他妈死了一个。居民这边扫车。听我说，三闪庙可以抽人了。 三秒可以抽人了，别搂车神，应该抽不到我。确实，应该抽不到我。居民，哎，那个令，小心我这边派的。他应该先搞令。我这很难受，那个谁起来了？右边停了一个，我炸右边那个。我给你一块炸。我临死前雷丢出去了。 他妈，快点，兄弟！他搞定了，雷给你，我那两个，雷给你，往那丢雷。往左边再丢，丢人，丢人，丢人！你后面这有人，你后面这有人。别，我帮看左边的。往你右边。左边站，左边站。牛逼，牛逼，牛逼！ 往那个砸砸来跟他拼了！这后面有人，这后面有人。居民后面应该不知道你。站起来。 有兵，谁打的你啊？嗨，这一局，在这个麦田已经死，你死拿了又拿多拿了两抽，对，多拿了两个分数。没办法，这四周都会被抽到。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下这个 SMG 这个位置是扎到这个位置，没有人管它，没有人管的，是。 我们现在希望闪电这边看一下整个的 RSD 控点，也是找了一个树当掩体。目前看来 ，RSD 是离这个 SMG 最近的。那么我们的分数是定格在了193分。看一下这一局。那么场上现在的除了SMG 占据了圈内唯一的一个。 防区之外，其他的麦田，其他的队伍都是卡在了圈边，而我们看到了花花应该是拿到了另的那一把 Groza。对，不吃鸡的情况之下，拿下一个第二名还需要三个淘汰，但是如果吃鸡的话，那一切。 我们最后的结局就非常的明了了。Remember 也知道自己现在还需要一点淘汰，没错。而对于江西同家宝追逐这个前三，也还有十几分需要追逐的 LGD， 什么时候被淘汰，对他们来说也至关重要。也从 Suki 的角度来看，太过于极限了。输出四倍镜，还在找机会。Suki， 他知道往前迈一步 ，SMG 的枪线
一定会锁定在他的身上。是的 ，Suki 淘汰出局 ，LGD 淘汰出局，这选择的方向也至关重要了。我们再看江西通家宝在安全区南部的边缘出枪了，维森。而对于 ST 来讲，此时此刻确实两人编制没有什么太多反击的机会。上车，南边的往北走，北边的往南下。苏南直接被小智一闪而过带走，失了服役区，深藏功与名。最关键的是佟家宝有机会了呀，继续输出 RSG 的弟弟完成了对于小智人头的获取，维森又打掉一个，现在佟家宝是拿到了，已经开始出动了，已经开始朝着他们这个赛季总冠军出动了。说实话，这个消息可能对于上海 NBA 腾讯视频战队的粉丝是残酷的，对于他们的队员更为残酷。但是以一个解说的敏锐嗅觉来看，这场比赛 SMG 似乎是有很大的机会。不过这边弟弟重拳出击，先打倒 SMG 一个，这边拉的有点早。Memory 是拉到了一个蓝白之间，如果他们以第二名退场的话，在不拿淘汰的情况之下是比不过 NBA 的分数的。是的，六分的第二名排名分是不够的。但是他们依然有人数的优势啊，这个时候 Memory 恐怕是无法扶了，应该是要放弃 Memory 这个强点。没错，接下来弟弟上了载具，想要去变换自己的一个点位，而且闪电已经被扶起来了。 RSG 继续的向前迈进， SMG 的重防方向在佟家宝这一侧，一个人头，现在每一个人头对于 SMG 对于 NBA 腾讯视频来说都至关重要。六七六在草原干了，弟弟这边直接将其放倒。那么关键局来了 ，SMG 三人编制，第二名将会和上海 NBA 腾讯视频战队同分，是他们将要去在淘汰的数据上做一个比较。但如果说他们在春季赛冠军 RSG 的头上拿到了胜利，他们就将获得夏季赛的总冠军。RSG 这条阵线形成一条直线，对于 SMG 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Remember 匍匐前进，已经将自己的背包给卸掉了。在位置上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上阵，高点有优势。 Beautiful 已经开车拉到了侧点，这边第一时间出山并没有完成接车，当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又被对方拉到枪线优势，这个时候只能靠枪。 Remember 另外一边 UCI 打到了弟弟，闪电这边是有一把 AOG 的，在新版本加入的新枪械能否在决赛当中创造一些奇迹呢？大胆干拉，大胆的干拉，朝自己夏季赛总冠军干了，烟雾出枪收掉闪电 ，SMG 总冠军枪林弹雨中前行，逆境中永不言败，恭喜 SMG。要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夏季赛季军的杭州 LGD 登场，有请。同时也再一次的感谢梁清华先生以及高林娜，由和平精英职联赛夏季赛的亚军战队，让我们有请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副局长程少华先生、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副局长叶春女士为亚军战队颁奖，同时入席观礼。谢谢各位。联赛夏季赛总冠军江苏 SMG 战队，有请。有请。阿冕时刻。谢谢谢谢张华女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赛夏季赛 FMVP 的获得者，他就是来自广州 TT 的阿杰，有请。好的，感谢黄兴文广州 TT 阿杰，选手获得了2022 P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夏季赛的 FMVP。 星号闪烁目光。